校垒球邀请赛，我是中正预校队长林家宏，非常开心啊、今天那跟我们这一些学长弟们那一起来参加由这个中央军事院校所举办的垒球邀请赛。那我觉得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热爱垒球的一个活动，让我们这一些学长弟那一二十年很难得的一个见面的机会，那又把我们重新的连结起来，那也发扬我们黄埔亲爱精神的一个精神，那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在这个垒球场上夺得一个很好的成绩。那再次的感谢主办单位，透过这样的比赛，让我们这些学长学弟们很好的情感又重新的连结在一起，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